现如今我们发现很多古人的墓穴，在墓穴中发现很多陪葬品，这让我们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，并且古墓中的很多宝贝让我们叹为观止。说起金字塔，想必小伙伴们并不陌生。位于古埃及的它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都很神秘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专家们意外发现一个木乃伊，据了解检测出已存在2500年了。当时挖掘的专家表示，把木乃伊带回研究室仔细研究必定会收获不小，这毕竟是一具非常重要的发现。对此当时政府也是赞成，所以派了警察沿途护送，直到木乃伊抬回研究室。紧接着专家快速召集所有人对这具木乃伊进行检查，但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。专家意外听到木乃伊发出怪异的声响，这可吓坏了所有人。仔细听的话，就像人们的心跳声一样。然后专家就拿来特殊设备对木乃伊整体进行扫描，然后在这具木乃伊的心脏处发现了一个东西，感觉像是心脏起搏器一样。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时间，它是如何坚持运转的呢？至今没有答案。见多识广的小伙伴们知道吗？